Hello，大家好，我依然是肖战。然后没错，我们现在刚刚到家，然后今天去录制了《大牌对王牌》，然后顺利录制完成，然后也很感谢《大牌对王牌》节目组，然后感谢大大哥，然后对我们的照顾，也感谢你们，然后感谢你们今天全场对我们的支持。小五有什么感觉？就是特别好玩，特别刺激，大特家别记得要看哦。好，好呀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看哦，然后很精彩，然后我们有跟柏芝姐，然后有互动，然后真人真的好漂亮，好美，然后具体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然后一定要锁定大牌对王牌，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你们回去要注意安全，然后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